丽丽，宝贝们，早上好，你们是在跳舞吗？哦，你们想准备表演一场音乐剧呀，真有意思，祝你们表演到腿断掉，这是以前的说法了，就是祝你们演出成功的意思。嗨，马西莫，你把演出服带来了吗？太棒了，怎么是空的啊？哎呀，丽丽说的没错，演出服从这个洞里掉出去了。别担心，超级卡车知道该怎么办的。卡尔，你在检查汽车城的供电情况啊？抱歉打扰了，不过宝贝们必须得在表演开始之前赶紧拿到他们的演出服，你能帮帮忙吗？太棒了，我们走吧。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超级卡车，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想法好，马西莫，你能告诉超级卡车你是怎么从轮胎店走到公园的吗？很好，我们现在就差一辆能尽快在演出开始之前把演出服都收集起来的汽车了。哇哦，超级吸尘器，完美！好的，各位，我们得快点，走吧。嘿，这里有件演出服，用你的管子。为什么不行呢？哦，你不小心把泵芯循环的方向弄反了，你要再试一下了。哦，好了，很好，又一件，哦，还有一件，真棒呀！哇哦，这是什么？超级卡车，你能够到吗？就差一点了，好了，在这儿呢，最后一件。现在最后一件丢失的演出服也找到了，不过我们真的得快点回公园了，赶快。别担心，超级卡车和马西莫找到了所有丢失的演出服。宝贝们，快去换上演出服，准备表演吧。你们看上去都好棒啊，你们现在准备好表演音乐剧了吗？哎呀，音响系统坏了，所以音乐没法播放了吗？不过为了观看这场表演，所有人都已经到了。超级卡车，试试 ST3000。太棒了，超级卡车，你现在可以用 Hi-Fi 播放音乐了。好像没什么声音啊。别担心，把音量调大就可以了。完美，我们开始表演吧。哇哦，快看宝贝们的表演，他们真是太有天赋了。马斯莫，你也应该上去那里表演这个动作。超级卡车，干得漂亮。今天多亏有你了，朋友们，
祝你们玩得开心。嗨，杰瑞，你是想打破赛车记录吗？本，就算你跑不了那么快也没关系的，你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大显身手呀。你想再比赛一次吗？本，这是什么情况？你拿走了市政厅的油罐，油罐很危险的，快拿下来。你停不下来了？糟糕。卡尔，我们遇到困难了，本偷走了一个油罐，现在他停不下来了，你得让他停下来。卡尔，本现在的速度很快，你觉得要怎么变装才能阻止他呢？超级卡车，小心！卡尔，你一定要抓住他，他朝着桥那边去了。本，小心，桥还没有打开呢。卡尔，快使用你的特别武器 ST3000。是抓钩吗？太棒了。本，别怕，卡尔会拉着你，不会让你冲到桥那边去的。还好，桥终于打开了。糟糕，超级卡车，你遇到麻烦了。小心！哇哦！哇哦，顺利降落。本，你现在安全了。超级卡车，谢谢你，今天多亏有你了。
今天是汽车城的运动节啊。哦，艾德娜，好球！哎呀，应该挺疼的。Jerry， 怎么了？你的电路被球砸坏了？你停不下来了，糟糕！你们好，真酷呀！我可以和卡尔说几句话吗？卡尔，杰瑞在公园里失去控制了，感觉他马上要被撞坏了，你能帮帮忙吗？超级卡车，你怎么看？是的，你需要一辆可以适应任何地形的汽车。杰瑞，超级卡车来救你了！超级卡车，你得拦住他！你要怎么让杰瑞停下来呢？你要开到前面去，然后刹车停下吗？这个点子好。速度太快了，超级卡车，你得跟上它。杰瑞，前面有座桥，你不能往那儿走。什么？你的车轮不能转向吗？超级卡车，快帮帮忙啊！杰瑞马上就要撞上那座桥了。超级卡车，你在做什么呢？你走错方向了。你准备从另一边用安全气囊接住他吗？这样也许可以的。好，杰瑞，你没事了。是的，就是你的车轮还在转。我们要怎么修好它呢？哇哦，看来你已经修好了。你没事就好。卡尔，谢谢你救了他。沃尔特，也要谢谢你修好了他。虽然这只是意外。嗨，杰瑞，都修好了吗？
好了，大家都放轻松了，祝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哇哦，洛基好厉害啊！小洛基，你爸爸真是太棒了。你也应该尝试一下这些特技，小洛基，来吧，你也可以的。这就对了。哦，糟糕，起火了，火焰太高了，洛基你够不到他的。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卡尔别走，紧急情况，小洛基在机场出了点状况。问题很严重，你得赶紧去看看他。卡尔，你这次准备怎么变身？这次你要飞起来才能把小洛基救出来。现在只有一种交通工具能够到小洛基，那就是超级飞机了。你看不见小洛基，这里烟太浓了。超级卡车，你准备怎么办？这个点子好，你可以从浓烟中穿过去，这样烟就能散掉了。超级卡车干得漂亮，洛基，小洛基很快就会没事的。超级卡车，这火怎么办？你要怎么把火扑灭呢？用水吗？必须的。超级卡车瞄准起火的地方。太好了，火灭了。厉害吧，超级卡车干得漂亮，你把小洛基甚至整个机场都从大火中救出来了。小洛基，你可以去洗个澡，你身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污点。什么？超级卡车，你想到了一个主意？要不要的？这个点子好。小洛基，希望你洗得开心呀。
今天又多亏了超级卡车，大家再见。Hey kids, 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Super Truck, click here to subscribe. For more adventures, click here. See you on the road.